快点，我也好久没有尝新疆美食的快乐在于分享。我是艾丽，咱们呢终于到乌鲁木齐。乌鲁木齐是什么鬼？咱们呢终于到乌鲁木齐，我是不是个假的新疆人？咱们呢终于到乌鲁木齐了啊！说实话，想拌面想砸了。今天我感觉我的胃被洗过一样，知道吧？没有一顿拌面肯定是解决不了。对对对。啊，得看看。好，谢谢啊。又是一顿好找啊！我感觉他们坐车有半个小时了吧？半个小时。最少有半个小时。坐的快睡着了。不过这院子呢，吃的还是挺多的啊。都是豪车，豪车懂吗？哦，这边点是吧？哪个拌面肉多一点？这个纯羊肉的，还有过油肉的。哦，过油肉的，那就过油肉吧，都姓过油肉，两份，两份，羊肉吧，啊，纯羊肉，啊，那就六串，这环境还不错，挺有特色的啊。这种是不是过饭点了？哦，这好大呀！说实话，回到新疆这种感觉实在太好了。哎呀，看到这些人我都觉得好亲切的感觉。哎，新疆味道，来一发。你发现没有，新疆人吃面统一步骤是吧？第一步先剥蒜，而且从以前有个习惯，就是这个剥的蒜，他给你泡到茶里面是几个意思，我也不太懂。消毒吧，消毒。我只知道，如果我不这么做的话，肯定看别人觉得我们不专业是吧？吃面不专业的，过一桌是吧？哦呦，满满的菜，茄子肉呀，直接。哦呦，这个菜，这个菜，这锅油肉吗？这个菜，咱们一块看一看，好好的看一下。海马子肉吗？烤肉快好了吧？没呢，看一下这烤肉，感觉可以呢啊！哇，滋啦滋啦，对对对，而且。没腌吗？哦，腌过了，但是看起来调料比较少那种。看一下这个面条子，啊，有点坨了，时间有点久了，好像。面拉的其实挺匀的，可以呢。拌面，你一定要把菜浇到上面拌匀。像对于我这种是肉食动物来说，我只关心肉多不多，味道其次。二十年前的锅油肉吧。对，留个加面，我想加两个面了。然后我把它给它拌开，看一下。哦，口水真的是不受控制。嗯，哇，太顶了！这面筋度刚好。新疆的面啊，拌面啊，筋跟硬是两个概念啊。啊，你这个吃的太可了。嗯，也极度舒适，这才是过油肉。这个什么青椒啊，什么西红柿啊，这是配菜的。啊，这烤肉不能放凉，一定要趁热吃。嗯，啊，肉特别嫩，这羊肉串跟西藏的比起来，哇，那就不叫羊肉串好吗？一口油，油比肉香，还是要这么吃。哇，太香了！用现在话来说，太呆了，烤肉都进去了。吃完还有这么多菜啊！给三个加面，啊，三个加面，啊，加面必须安排到位。慢点，又一碗面出来了是吧？
哎，快点！我也好久没有尝新疆味道了。结束吧，结束吧，赶上这头凉了。那话说吃拌面啊，这个面跟菜一定要一块来，知道吧？哇，嗯。最后呢，我想说，两个加面稍微有点草率。刚来新疆有点有点醉氧吧，这拿的东西。有什么感觉吗？你是在悄悄睡觉吗？再来口紫色的水果。嗯，美食的快乐早已分享，我是艾丽。有粉丝朋友呢推荐说，二环的这边有一家香麻鸡做的很不错，而且呢，老板呢也很阿娜娜的无嘟嘟。什么是阿娜娜的无嘟嘟？今天咱们一探究竟，走着。雅轩香麻鸡，看来是专业户啊。有没有一种藏在巷子里的美食的感觉啊？这边有个哪？包间，咱们去做个包间吧。哦，有包间。对对对，里边热着呢，有炉子呢。哇，这个包间虽然小，但是说实话，真的是特别安逸啊。有温馨的。对，而且你看有炉子就是不一样，这个炭火的温暖啊，确实。啊，你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八宝茶啊。哦，八宝茶。哎，对，我看这几天我们这个待客之道是够够的啊。这老板是宁夏的吗？对，宁夏的。对了，对的，我那我也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是说这个阿娜娜的无毒的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就是特别安逸，吃起来反正就是好的意思，感觉就是满足是吧？哎，对对对，啊、就是大概就这么意思。宁夏的待客之道就是八宝茶。哦，你们到的直接炉子上烧的？哎，对，这是我们宁夏的毛丹花开水。哦，毛丹花开水。哎，对，啊、哦，这感觉说实话很不错了。哎，你好，你们吃点啥呢？这是我们的菜单。晨晨吃点啥？吃点他们家的特色吧。特色？那菜单就不看了，咱们家特色都有啥？特色的话有香麻鸡、爆炒鸡啊、大盘鸡，还有手抓羊肉，还有就是炕锅羊肉，大盘羊肉都有啊。然后呢？太多了啊，那就这些，然后其他的你看随便上一点。行行行，哎，好嘞好嘞，行行行，哎，好的好的。那必须要先从这个他们家特色嘛，香麻鸡着手了是吧？不过这看起来还是挺新鲜的，确实是刚煮出来的。来，晨晨，大腿。哦哟，这大腿。哦，满嘴油油的啊，太香了。老板刚说他这是跑地鸡啊，鸡皮才是我的最爱啊！啊，再来口紫色的水果。嗯，有鸡皮的感觉就是不一样。不过话说啊，这香麻鸡真是可遇不可求啊！嗯，而且它这个鸡特别入味啊，包括你看这，就是就底肉特别厚的地方，也味道也挺香的。你们俩也太幸福了吧！看你们已经够幸福了。不是，每个人，大家都很幸福。看你吃了，我好满足啊，是吧？吃羊肉之前，先来块糖油糕解解腻吧。咱们宁夏的特产，嗯，这糖糕没那么油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再一个，比初恋还甜吗？初恋是甜的吗？为什么我的初恋不是呢？羊肉必须要别搞串，这又是个紫色的水果。哦，这大蒜好重啊，又是一块油啊，宁夏的大蒜吧，管它哪里的，那边有土豆，我觉得是
是不是跟大盘鸡有点像？过过油的，特别入味。我就喜欢吃油比较多的那种。重口味吗？嗯，对。而且我发现，你又不行了，又不行了。而且我发现这个宁夏还是拉萨的人就喜欢吃小葱是吧？不管吃肉吃啥的都带小葱。嗯，有。嗯，这味儿确实，这是就上来了。作为一个新疆人，面肯定少不了呀。说实话，我真的能在拉萨吃到面哦，我真的已经很欣慰了。嗯，压块蒜。我也想新疆的拌面了呀。是吧？明天我要吃拌面。哇，这蒜！这个算啥？辣鸡拌面吗？我感觉这个面比肉香呀、啊，吃起来。面才是灵魂啊！哇，李哥，咱们明天吃啥呢？明天我早就打听好了，多久的那边有家新疆餐厅，拌面做的很不错，明天咱们过去尝一下。哎呀，拌面我真的我快想疯了，是吧？我也想的啊。没有哪一个新疆人能拒绝得了这个过油肉拌面。你抓紧点，我再咽哈喇子。美食的快乐在一分享，我是李。已经啊，有一个星期没吃拌面了。大家知道呢，作为一个新疆人，一个星期不吃拌面是什么感觉？有粉丝朋友呢推荐说，朵迪路这家有家新疆拌面做的很不错啊。今天呢，咱们就跟摄影师一起美美的叠他一顿，在这新疆特色大盘鸡。这里面还挺热的啊，架了炉子，你没看到吗？啊，外面冷，里面热，这种感觉舒坦。你们两个人吃点啥？吃拌面吗？还是烤肉啊？我们这特色就是大盘鸡啊，大盘牛肉。总听别人说是新疆拌面，这叫过油，就是过油肉拌面。哎，就是那过油拌面，简称的话就是新疆拌面。那就两个过油肉拌面，然后你们家那个小烤肉听说挺入味的嘛，是吧？那就烤肉给我们来个20个吧。知道我为啥要盖碗吗？不是说我想喝盖碗了，而是我看到那个牡丹花的开水了，你知道吗？八宝。好，谢谢。看到这牡丹花的开水，感觉就是不一样吧，热气腾腾的啊。因为拉萨啊，本来它海拔就高，它开水本来就是走不透那种的。太阳下了山，狗娃子进了圈，被阳腐红的老娃，黑的是啥都看不见。黑车炒了个菜，下好了面往庄稼地里干，胡塞跟头马爬，河路起船吃了一头汗，日头上三竿。心心念念的锅油肉拌面呀！啊，老板那个。给一点，给他给个蒜，然后再给一点面汤有吧？面汤啊，那就两碗面汤就算。要面汤啊，原汤化原食嘛。原汤化原食。他是不是在想新疆人吃饭事儿咋这么多？不过我刚看了一下，他们这是那个盘子面啊，就在新疆家庭版的，我们叫辣条子，然后就是盘子面，是盘起来的。在餐厅里面，大家吃的多部分都是把子面嘛，锅油肉还是挺多的啊。先给它浇上，拌一拌。好，谢谢啊。蒜，这个面够我吃几口？拌不开，这盘子有点小了，感觉。不过呢，其实像拌面啊，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做法。比如不说是拉萨了，就说在新疆，每个地方做的都不一样吧？对，每个地方的锅油肉，有的放木耳，有的不放。对，所以你也不能说谁是标准。吃面不吃蒜，味道减一半，等于白吃。哇，这蒜比昨天的蒜还冲。不行，不过面还是挺筋道的啊，跟新疆的差不多。
没有哪一个新疆人能拒绝得了这个过油肉拌面。你抓紧点，我再咽哈喇子。老师，烤肉马上凉了。说这说四块，他们说小烤肉其实也不小呀。比起拉萨的饭价还挺便宜的，这烤肉确实赞，挺入味的是吧？哎呀，三口一碗面。新疆小伙给拉萨朋友们推荐一种拌面的新吃法，把烤肉搂进去。哎呀，这种感觉是我最喜欢的，是吧？是不是感觉回到了新疆的感觉？对。过一桌，过一桌，牛肉加羊肉，那叫一个绝绝子。加面又是一口啊。满足。